前两天我发个视频，我说会养花的人呢不用土，用破棉裤都能把花养好。很多花说你用破棉裤给我养个花试试。这是啥啊，臭宝，这是啥，这是不是那个棉，是不是，是吧，你看是不是。你花友们，我不是那个视频里面跟你们说的很详细和清楚吗，土跟植物之间它只是一个承载体而已。你包括现在无土栽培都多少年了，都快30年了，不用土它照样，植物的根系你们也听过气生根，不是说生气了才长的根，就是在空气里面能长根，你大概也都明白这个意思，你只要长了根就行了呗。植物吸收营养你可以通过浇水还有喷液，你给它补充水分吗，补充养分吗。破棉裤不能养花，破棉裤不能养花，破棉裤不能养花，我们准备这玩意儿干啥呀，那扦插出来不一样用吗。你要没事的时候去受光，去看看那些草莓棚啊，里边全部都是雾胚，你知道吗，我给你形容一下吧，就是哎，过两天咱们去了那个东营，是吧，过两天咱们去了东营再给他们看后边这些事，真是那个叫什么来，叫头发长见识短，是吧，啊，真的是转着圈丢人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业，拜拜。嘿嘿嘿嘿嘿。